7月1号对吧？党的生日，上海来了很多人。昨天就是有一帮人，就是30多个人，他们到那个中纪委去，然后在乘102那个汽车时候呢，被警那个车子就停下来以后呢，很多北京警方呢就下来以后把他们拦，就是接到那个马家楼去了。然后我呢和有一帮是100多个左右，在那个大石栏附近的那个旅馆里。被12点多以后呢，晚上12点多以后被北京警方就全部就是刚送到那个马家楼，然后就驻京办把我们都接到那个接机站。今天有200多个访民就在南站呢被那个送到马家楼的车子送到马家楼去了，这次估计有400-500个都不止，现在那个接机站全部满了，人都多得不得了，热得了要命。他后来最后一次，警方就直接就敲门了，敲门进来说他全部一个，上海的一个全部走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没有为什么一个，你们一个不能住这里一个，我送你们到最好的地方一个。我说哪里是最好的地方？他说送你们到那个中央领导要接见你的地方一个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然后就是把房钱退了，没退我们，然后就把我们一部警车送我们6个人到那个马家楼。去的时候就是，然后就是陆陆续续就来了有100个访民，全部从各个旅馆过来的，都是北京警方送过来的。然后就那个叫什么驻京办的人就把我们拿车子一车从那里接过来。5楼的时候已经是住满了，我们去的时候住在6楼，5楼已经住满了。5楼有很多人是就是火车拦掉的，146拦掉的，还有就是那个他们到那个中纪委去，被北京警方也送到马家楼去了。那有30多个人，现在那个救济站有200多个，马家楼有200多个。党的生日嘛，我们要来见领导嘛，要见那个见我们的中央领导，要见吴锦涛，要见温家宝嘛。我们的问题到现在没人睬我们，没有帮我们解决嘛，所以我们不停的要来北京去寻找领导，帮我们解决问题。